再讲讲，你一个人鬼跟你妈妈一样鬼精神，你自己一个人。我完全，我去家里。等那衣服整一下，我再去找。对，再找一下。哎，你放进去贵州也是拍这种吗？我自己拍的，就是这一桌，然后自己随便拍。
一般打麻将的地方。哦，一般打麻将的地方啊。一般一进去就是打麻将了。就像那个二倍是什么味道？那么厉害，我跟你讲，我打一共买的那个三九哦，就我跟你讲，我们就是很贪的，我就给他打了六，我才进。我的打了过吗？对呀，他正好我家打那个就是三九，就是刚才凑人三个九，对，不是。
好嘞，好嘞，啊，河南的越大嘛，现在在耍的传统的美业了。嗯，刚才他弄到一个那个，那不回来。OK，OK，OK， 好嘞 ，OK， 啊 ，OK， 嗯。九零年买的。啊？九零年买的。现在这个太大了，
黄金。我跟姐合照，你看他在摆这儿，中途也没打中啊。那你就知道。那。旁边给啦。六点钟的放。好，
这个东西我喜欢做一个。底下还有在吗？有在，有在底下。那红色土是你带上来的吗？不是，还是他们。哦，这个是我带的。你是带着伞子吧？没有，这个不是我带的，这是我带的。伞张开，什么？我们也一个就够。这个伞是我们的。啊，对，那是他的。我有做记号。这边。对，这个是我们的。不懂吗？站在这边你跟着那边可以站在白眼睛，对对对对，那白眼睛。来了，让我包。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，看。买个干啥嘛？今天来不是要今天乖明天
现在才开花，这个是我们桂峰的桂花碗，母的桂花树，这个哈。那我们现在是怎样？因为我们的这个先讲，然后我们可能就是找到可能属于那个地方，这个是一定是对。
这个四万块钱嘛，这边啊。哎，他们刚才不想要拍照。不能那个可以，不用拍照。那个娃娃的，对不起。嗯，想拍。
少年了？九百多年了。嗯，空话就是一些空调。九百多年。很香啊。是全村唯一的一棵既开花又结果的，对吧？哦，那是母的，结果的才会结果的。哎，我找哪一种啊？那底下，哦，一位秀才，全从明代中期呀。贵峰，贵峰，名副其实啊！有再开就可以了。这些是六百年了，真的。六百年，要不然你要桂峰没有一个老祖宗在那边做菜的话，历史变化，是，故事都编不出来，故事都是人编的。你要想想，这一定要做香啊！嗯。前面那个才是菜市，我第一次来这些东西，太多了。你想起来了是吧？就是你，就是咱们福州的这个。这个龙头在哪里？龙头就在咱们的平山公园的镇海楼，就是龙头上的一个这个凤凰，龙头上的一个这个黄瓜。那这个最前方的这个是咱们的主庙，主庙后面的这个是咱们的这个龙头。哎，你这么大碗也能参观呀？哎，真的很漂亮哦！等你想象一下，那就买一把伞，我叫我买你的桂花糕吧。确实拍得很漂亮，他帮我们拍的。嗯，不要像好烂的就可以了。他看见我喜欢他那个水，对，有山有水才好看。